您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您收看本期《中国文艺》，我是主持人孟胜男。最近几年，要说最流行的舞蹈是什么，一定离不开大妈们的广场舞。具有强身健体、愉悦身心的广场舞，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。巩汉林、金珠、马跃、周瑜等也纷纷加入到广场舞的行列中，和大妈们一同跳起了广场舞。最摇摆，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？弯弯的河水从天上来，流向那万紫千红一片海。哗啦啦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，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自在。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，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，让我用心把你逝去的一年里，或许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灿烂辉煌，也都遇到过艰难困阻，人生百味尽在其中。恰如一首歌曲，讲述了我们的故事。清早传来
秋，秋收满帆到故乡，人人相会，荡起小船儿，暖风轻轻吹，花儿香，鸟儿鸣，春光惹人醉，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。啊，亲爱的朋友们，美好的春光属于谁？属于我，属于你，属于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。再过20年，我们重相会，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！天也新，地也新，春光更明媚，城市乡村处处赞光辉。啊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创造的奇迹要靠谁？要靠我，要靠你，要靠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，要靠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。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，举杯赞英雄，光荣属于谁？为祖国，为四化，流过多少汗，回首往事心中可有愧。啊，亲爱的朋友们，让我们自豪地举起杯，挺胸膛，笑扬眉，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，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，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杯。和平之争，青春飞翔，和平而我旗帜一路长响。和平之争，生命的争，和平而我永远欢乐时光。和平之争，青春飞翔，你好我举起一路长响，和平之争，生命的争，和平而我永远欢乐时光。Yeah.
之争，生命旅程 ，Happy Hour。知道何去何从，我和你走过雨走过风，慢慢的把心靠拢，就让我默默的珍惜为你一切，在无言中有缘分，不说长相守，让感觉与众不同。啊，就算是人间有风情万种，我依然情有独钟。亲爱的，我永远祝福你，好人就有。
快乐。我还不明白，为什么你离开了我，没有你的电话，没有一封信。我每天晚上在这里，哪里也不想。2010年春晚的舞台上，由李健作曲、王菲演唱的一首《传奇》迅速红遍歌坛，荣获2010年音乐盛典年度最受欢迎的金曲，并被各大明星争相翻唱。其中，麦阔学摇滚组合就用英文进行了重新演绎，为这首歌增添了几分别样的异国风情。
stop to me?凤凰传奇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崭露头角，并推出了首张专辑《月亮之上》，一跃成为老百姓最喜爱的明星组合之一。荒草也很春风，听不见悠悠的长调，天地为谁辽阔，你为谁等？如果你肯与我相拥，总有万座山峰也要踏平。天下。